近日，吴素林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家人去运动的照片，照片可以看见小女儿 Grace 长得大变瘦了，还露出小蛮腰与大长腿，引起网友讨论。今年七岁的姐姐已经长大成一个大姑娘，她穿着绿色的辣妹装，露出小蛮腰，一双大长腿非常吸睛。曹格曾带着两个孩子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，两个小孩在节目中呆萌可爱，圈粉无数。妹妹 Grace 更是因为萌萌的包子脸获得了很多关注。不过节目播出后，两个萌娃就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，大家只能从曹格和妻子的动态来看到他们。没想到七岁的 Grace 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一双大长腿与纤细的手臂更是引起讨论，显然遗传了妈妈的名模基因。网友看到吴素林更新近况感到非常开心， Grace 的大长腿与小蛮腰更是引起讨论。妹妹大长腿，姐姐怎么这么瘦？姐姐的腿细得有点过分了，还有小蛮腰，姐姐瘦了，姐姐腿好长，腰很细，